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合格，但是可以再好一点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刚刚那个突袭表演是很好的一个考试，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些地方可以更加好。然后我们其实很有信心，当晚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精彩的表演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。嗯，就是刚才在大家还没有热好身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预计过今天要跳舞给大家看，然后我们还没有热身啊，以为就是拍拍照啊就可以，怎料志伟哥就是给一个那个突击的测验给我们。那但是呢，刚才他一说出口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就是说好，然后就所有人很有士气很有气势的这样子去进来，然后一起就跳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这几天真的是不停的排练，然后跟所有舞蹈员就是有一个很想去做好这件事情的感觉。那所以就算刚才的表演没有十分完美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信心对是可以保持到真正那个表演 live show 的时候去完美发现出来。